再忙再有钱也要看看。人争什么呢？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，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，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，宝车百乘也是有愁有烦，高官厚禄也是每天上班，妻妾成群也是一夜之欢，山珍海味也是一副肚腩，荣华富贵也是过眼云烟。救护车一响，一年猪白养，住上一次院，三年活白干，十年努力奔小康，一场大病全泡汤。小病拖，大病扛，病危等着见阎王。健康是自己不受罪，健康是儿女不受累，幸福奋斗几十年，一场大病回从前，拼死拼活去赚钱，看病保养没时间，某年某月某一天，一命呜呼归西天。健康是无形资产，保健是银行存款，爱妻爱子爱家庭，不爱健康等于零。清晨起莫慌忙，伸伸懒腰再起床，尽量少喝酒，病魔绕着走，饭后一支烟，害处大无边，晨吃三片姜，如喝人参汤，一日俩苹果，毛病绕道过，饮了空腹茶，疾病身外爬，三天不吃青，两眼冒金星，宁可食无肉，不可饭无汤，少吃盐多吃醋，少打麻将多散步，按时睡按时起，跑步跳舞健身体。祝愿大家在2016年身体健康，幸福美满，事事顺利。为了自己和亲人的健康，请大家把此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每一位朋友。身体不能去远方，不如灵魂在路上。关注戏言陈语，微信号 DD4119， 那就是我想去的地方。